让我们捕捉到哇，野生的雅婷主播，你在干嘛？泡茶。泡茶？你不是有助理吗？我助理现在录影。谁呀？录影啊？哦，就是我。谁就自己泡茶？啊，你喝什么茶？红茶。所以你都有喝茶的习惯了、哦。那如果你一天不喝会怎么样？不行，我每天都会喝茶。哦，真的哦。啊，那你摄影还好吗？每天也是喝茶。我摄影喝。无糖绿、啊、哦，无糖绿，对，红茶、绿茶、乌龙茶。但你礼拜天上班会很 lonely 吗？会啊，我睡一屋檐下，老高。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希望他哇加一不好。但是辣老高今天晚上没有吃的，所以让他回家吃自己吧。那徐福主播会上辣晚报吗？哦，他很久没来上辣晚报。哦，没有，那我们就call他来。因为他最近瘦了，没有来上节目。好啦，这是为你捕捉到的野生乍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下礼拜一开始准时锁定小主播的，怎么唱？上啊！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好，龙卷风，记得哦。下礼拜一开始就是几号？就是明天，就是29号。好，3月29开始。好，支持，拜拜，拜拜。